定要庆祝钻石。对。哎，姐姐，妹妹，你回来了。我去哪？我也把家里带人回去一做的，来吧，再做。这个要移后一点点，对，那这边才有，原来他们放窗帘，还有一个，这是要放水中的，对，刚才说的是，还有窗帘放，就这样，那这个是要那个。这个花单我以为是很多草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弄很多草才对，比弄这个好看。有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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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有，这个是颜色了。现在开始可以，可以还没草先围边也可 OK 了，没问题。呀，我们。这两盆是我家自己种的，我种的两盆小的。嗯 ，OK。那等我一下，太子。那这个等小等花。再画一个护底。Too many.
太多叶子了。嗯，太多叶子。这个呢，放在上面，好看吗？很好看啊。嗯。再把它折成两段，就再不会整个掉下来。这个这根把它折成两段，嗯，折成两，不是中间折成两段，中间，嗯，这样才能弄的。有十分钟了哈，这样才能在中间折一段，嗯，对，这样才能包起来，对，嗯。最好的就是真太阳照做。今天天气很好。对呀，真的阳光普照。对。嗯。这个要放，这放前边，放正前边，这一板，这一板放正前边。嗯嗯。哎，这一板大叶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呢。怎样摆设这样好看吗？我们可以研究一下，没问题。对呀，好，不错不错。还有一层，还是小叶子好，好一点。啊，对，太大。这个小小好看吗？对啊，我家就是这种，你说不用啊？好，不错了。把它折一半，直直不好看。拿开这个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拿开这个大，嗯，再稍微折一下，中间折一段，这样才能弯。嗯。不错啊。嗯。这里停一点，哈。这里太少了，可以了，没问题了。嗯，有润喉就是有颜色嘛，我们就是大致就在这里就能了，那就不用布了，这样很好看。这些的，就那些花啦，我那些可以分开的啦。呀，好，这个很漂亮啊。对呀，这个很漂亮。哦，不要再分开了，放这边，然后前边。对呀，我们都是做给人欢喜嘛。啊，放这边可以吗？这样给人不可以，不好看。给人欢喜，不好看，一定要挂。挂是庆祝佛诞节。嗯，这样放这边。嗯，对。下一个。嗯，你就这样。好，我就拿贴，我贴上去就好了。OK， 十分钟已经够了。Off， 呀 ，Off， 跟老师。哦，那明天。好，可以了。啊？可以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再拍一个。佛节给人欢喜，就是想大家都欢欢喜喜来拜佛。